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們就由 Western 去 Suspen Island， 我都是第一次去，很興奮。好，現在就來到 Suspen Island 了，現在就去這個 Suspen Coffee， 這裡環境也不錯的。外面 Suspen Island 當然最出名就是有些咖啡啦，因為這裡可以買些咖啡豆回去做手信給你的朋友的。我們叫了一個 Cappuccino 兩杯黑咖啡，買完杯咖啡呢就去 downtown 考下，其實那杯咖啡店呢都是 downtown 的。我們走出去呢就見到個海旁，因為今天是加拿大日呢，我的煙花呢都會在這裡放的。今天真的天氣很好，而且這裡很多人，這裡有多一個 oyster catcher 有吃東西的地方，但聽說就很貴了，不知道。但這個就去緊個海旁，但是看下去真的挺大，即是比起 Bowen Island 很多東西走這裡，但是那個海旁我們就看了一些水被扣了，所以我們還在找一個地方可以就是落水去 Kayaking 的，都很漂亮啊，看看招牌。之前原先我們是想去這間吃的，但我們就不夠時間，這裡旁邊有很多東西吃，例如 pasta、 pizza 等類。走一走一又經過一個買文具的，以及很多筆啊，以及畫畫的地方。如果喜歡油畫的朋友或者畫畫的朋友，覺得這間是適合你們，因為很多不同的顏色都有齊。這間店專是 specialty art store。 Yes， 行這個 easy trail 的，叫 mount access trail， 看看這個先。 OK， 好了， let's go。終於到了，嗱，終於到啦！好靚啊！呢度好涼爽，好正啊！哇，終於到啦，睇下。這裡很漂亮啊，景剛才走了很久啊，但人家說起碼要走半粒鐘，但我覺得我們走超過半粒鐘，起碼有40分鐘，但這些是值得的，因為景真的超級漂亮，還有有些風吹下吹下真的沒那麼熱了，剛才真的走的時候真的挺熱的，還有有一點扯氣，可能我真的太久沒走山，不覺得是 easy， 我覺得是 medium level， 這個走山位有那個 medium 那個咯，對啦。直路幾靚，
咪頭先。好多路啊！而家終於揾到海灘啦，因為頭先去咗 Versuvius Bay， 但原來嗰個係 BC Ferry Terminal 嚟嘅，原來真係要揸直落去 Landy Road 轉 Right 先揾到呢個海灘。而呢個海灘咧就可以 barbecue 同埋餐廳嘅，有啲水望下去都幾清下，同埋有啲蠔殼喺度，我都幾得意。如此啦，而家 barbecue 咯。跟住我哋翻咗 downtown 去睇煙花。I always forget them. Thank you to the staff of TJ Beans for blowing up the beach balls. There we go.繼續啦。
睇完煙花之後，我哋就 check in 去我哋嘅 resort 酒店。房啊，有我哋今日喺度住噶，我哋好似有四个人，每两个人瞓一张床，好正啊，好似日本嘅榻榻米咁，我觉得。装修味，因为比较新嘅，跟住呢个咧就系个窗，可以望出去。就是個無敵海景啦，正啊！睇下，跟住呢個就是個露台啦，出邊好大啊，可以睇到海景，睇好爽啊！正，跟住個廁所啦，有浴缸，有個蒸盤，啲幾乾淨下，佢 keep 得。同埋有呢個 bath 咩，跟住又有毛巾，我今次唔記得帶毛巾，但係我應該啲乾淨嘅。跟住 toilet， 跟住有呢個沖涼 shower， 啲幾大下，仲有得坐嘅 shower 呢度。同埋個 toilet 都幾靚，都係木為主啦，我覺得。但係望落去好新潮，好正啊！好啦，跟住就去 balcony 俾你睇啦。跟住有啲燈啦。聽日再為大家影下，跟住呢度入邊個窗就望翻出去，望翻去我哋間房啦。跟住呢度就我哋個房出邊啦，望落去都好靚啦。今晚就諗住去打邊爐嘅，爽。跟住好似佢呢個 resort 咧，佢話朝頭早八點就有 continental breakfast， 跟住九點 AM 咧，聽日就有 hot breakfast， 所以八點九點都有早餐食嘅，所以包埋嘅真係幾好。所以又慳翻一餐啦，唔錯。book 噶，因為通常 resort 都好難 book 噶，今次我哋仲要係七二個 long weekend book 到啲，算我哋好彩啦，仲包埋 BC ferry， 哇，爽到歪歪啊！呢度個地下咁闊，呢度可以做運動都得喎，做 yoga 或者做啲 stretching 啲幾好啊！如果呢個 video 有50,000個 view 咧，我就會公開個 location， 大家就唔使逼爆啦。多謝收睇呢個 video， 希望你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呢個 video 啊！下個影片再見，拜拜！同埋 Subscribe Island Part 2會嚟緊。